别他妈大哥小弟的了，叫你大哥出来跟我阿苏谈吧。怎么谈？横谈还是竖谈？横怎么谈，竖又怎么谈？竖就不必谈，横才有的谈。反正也是来了，横谈就横谈吧。谈你个鸟啊，你是什么身份呢？我是他阿叔，你大哥叫个小弟跟我谈，没大没小。阿叔，你是他老爸的小弟，不是他大哥啊。我操你个大哥，你大哥也是我大哥的小弟，全都是一个祖宗。我大哥是你大哥的小弟？哦，你他妈操我大哥和你大哥同一个祖宗的大哥啊。我操你大哥的小弟，操你大哥的神母姨妈和姑姑，我操你大哥的爷爷奶奶，老爸老妈，姐姐弟弟。我操你大哥的祖宗爷爷奶奶叔叔伯父。喂，你还有的说吗，大哥的小弟？我操你大哥的岳父岳母，养父养母，还有养大你的保姆。喂，他操我们家什么人呢？等一等。哦，他操你老妈了啊。喂，阿叔，我们还有什么亲戚？有，我操你马子的老爸。好，阿叔真行啊。